今天来讨论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参议员 John Kennedy。很久没有讨论在国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了，但是每次看到这位约翰·甘乃迪。 他可以说是美国大众的一个表彰。他在二零零七年之前都是民主党的党员，他支持降低大学学费，支持全民健保，支持各式各样民主党想要实行政府推行的政策。他还支持 John Kerry，因为呃，他觉得他很爱地球，爱环保。那这位 John Kennedy 当了一辈子的民主党党员之后呢，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他发现。 民主党的人全部都是神经病，全部都是疯子，做事方法激进，而且他们嘴巴上面说的东西，实际上对美国人的生活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是说起来好听而已。他发现了竞争、公平、合约还有保护宪法的重要性，所以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他宣布退出民主党，改成共和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他，认为他是一定是个假的。OK，RINO，、okay, 建制派。但是经过长时间下来的观察，发现。 他是个标准的传统自由派，他支持很多基本常识。今天要分享这个片段是他在参议院读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被公立学校禁止的，然后左派、自由派、民主党感到非常的愤怒，到处去抗议，说我们是法西斯。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东西，就可以就是啊，这些保守派，OK，这些只有独裁者，只有独裁者的国家才会禁止书籍，他们想要洗脑小孩，不想要让小孩看到这些。 重要的文化智慧的文章，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左派说的重要的文化跟智慧的文章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们想要你的小孩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如果你现在是跟你的小孩一起在看的话，请你先把你的小孩请到一边去。这一段就是要避免他们在准备好之前就接触到的内容。 Thank you, Mr. Chairman. Um, I, I confess I'm a little confused, and I appreciate the argument that that we've our discussion that we've been having. But for me, it's a little too conceptual, or I don't know, metaphysical, or theological, or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I want to try to understand what you're asking us to do. Let's take. Two books that have been much discussed. Um, the first one is called All Boys Aren't Blue, and I will quote from it. I put some lube on and got him on his knees, and I began to slide into him from behind. I pulled out of him and kissed him while he masturbated. He asked me to turn over while he slipped a condom on himself. This was my ass, and I was struggling to imagine someone inside me. He got on top and slowly inserted himself into me. It was the worst pain I think I have ever felt in my life. Eventually, I felt a mix of pleasure with the pain. Close quote. All boys aren't blue. The second is a, a, another much discussed book. Um, I'm sure you're familiar with it. It's called Genderqueer. Okay. Let me read an excerpt from that. "Quote: I got a new strap on, strap on harness today. I can't wait." To put it on you. It will fit my favorite dildo perfectly. You're going to look so hot. I can't wait to have your cock in my mouth.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 blowjob of your life, then I want you inside of me. End quote. Now, Mr. Secretary, what are you asking us to do? Are you suggesting that only librarians should decide whether the two books that I just referenced should be available to kids? 很重要，OK，我知道大家不喜欢看到这些字眼，甚至会觉得说这些字眼出现在我们的国会里适当吗？成何体统？我刻意的没有把这些字删除，就是因为我想要各位父母听到各位。 父母看到这些内容，所以我很感谢这位 John Kennedy 在国会的参议院，美国的最高殿堂里面读出来这两本书的内容。那左派的反应呢？这是来自一个左派的、呃、自自称的作家，呃，或者是记者，叫做 Aaron Rupert，他在上面写的是参议员 John Kennedy 在参议院听证会好像肆无忌惮一样，然后呃底下就是。 刚刚发了一个我们刚刚播放的那段影片，也就是说，他是在嘲笑这位或者是嘲讽参议员 John Kennedy，说他在参议院读这样的内容很不适当。然后你你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应该要让未成年的小孩去听吗？让小孩去读吗？然后你现在在这边抱怨、在抗议，为什么要这样的书籍会被学校禁止？ 这本书根据出版社说的，OK 的他们的说法是给十五岁以上的小孩读的。你觉得十五岁的小孩应该读这个吗？你觉得国中生、高中生应该要读这样的东西吗？然后你觉得你把这样的书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只有十五岁以上的小孩会去读吗？你把这样的书放在学校里面，你以为十四岁以下的小孩子就不会拿去看了吗？看这个不 OK 的东西吗？ 首先，这本书已经变成很多学校必读的这个书籍了。OK，加州、纽约、伊利诺伊州，这已经是学生的必修课程了。这本书已经取代了呃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取代了这个《To Kill a Mockingbird》。那这些都我们都先不用讲。你有没有在你还没有十三岁的时候就看过 PG thirteen 的电影？我有，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看过第一个《侏罗纪公园》，因为我喜欢恐龙。 呃，我看过《异形》，因为小男孩都喜欢那些怪力怪气的怪兽之类的东西。你把那个样子的书籍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就一定会有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的这些小孩去那边挑战极限。那为什么这位参议员会把这样子的内容在参议院里面读出来呢？为什么我们要播放这么恶心的内容在我们的节目上呢？因为他是在做一个陷阱。 他要民主党左派，还有这些现代自由派的人自己跳下去。他读出来，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面这些 Aaron r u p e r 这些 Nonino c o l u 出来说：“你怎么敢这个样子在侮辱我们的最高殿堂？太恶心了吧！”而且没有错，真的是恶心的。参议员 Kennedy 想要展现的就是我们脑子里想象出来这个。 禁书是什么样子的？OK，我们是自由的国家，我们接受所有的书籍，这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差别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就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感谢我们的父母那一代的嬉皮性解放、女权运动，创造出来一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就是代表自由。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跟对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 我们不应该禁止任何的书籍的一个学习环境。他们创造出来一个，只要学校禁书，就是在打压言论自由，就是独裁的时代。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从台湾来的，你就应该听过什么呃李敖大师，好好像唐，好像他在中国大陆也很红。OK，李敖大师说什么政府禁书啊？我里面以前写的文章都只能放在那种黄色书刊里面发布。哦，我过得好苦啊，好被打压、啊，政府集权，呃，封锁言论自由，呃，没有任何东西是比禁止书籍更糟糕的事情的，类似这样的东西。 好像禁止任何书籍，就跟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说：“Censorship is the subject of several dialogue in the Republic。”言论的审查对于一个共和国的制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柏拉图支持禁止某些书籍，甚至焚烧某些书籍。以基督教来说，《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诗篇》一百零一呃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生命记》十二章第三节，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禁止某些东西。 就算到了宗教改革，OK，马丁路德也支持禁止书籍跟烧掉某些书籍。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好人坏人，支持自由或是独裁者，都会禁止某些读物，为了要保护社会制度，还有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的教室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写，就是未来社会的样子。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保护，没有任何的限制，我们开放所有不健康的资讯跟讯息在我们的教室里的话， 刚刚那样子的书籍，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的话，就是会摧毁我们脑子的，会让我们的欲望错乱，会让我们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这个就是他们想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所有严谨的国家、在乎道德的领导人、真正在乎教育的家长，都在呼吁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学习的内容。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一个社会运作的方向。 没有限制就是自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反而是一个捆绑，特别是在教育还有儿童的学习上面，因为小学三年级的教室不是大学的教室，在那边这个有一个什么哲学的辩论的内容，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小学、国中甚至高中，都是在学习一些很基础、很基本的事实，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要如何控制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事实，来帮助我们未来可以依照事实理性思考。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有能力来去拒绝那些很糟糕的、不符合现实的东西，以邪恶的东西。 我小学的时候就听过类似的声音，当时台湾的这个什么填鸭式的教学，说什么这个样子的教育制度是非常差劲的，台湾的教育非常烂。但是填鸭式的教学在孩子了解对错之前是必要的，是重要的。现在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其实也是填鸭式的教学，左派在学校里还是有禁书，只是他们禁止的是圣经、是道德、是真理。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慌乱的时代，我们做父母呢，不但要守护好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亲自做给我们孩子看，还要夺回我们的教育权。我们要亲自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目的不是要永远控制我们的孩子，而是要把他们教育成有责任感、有自制能力、可以看清楚事实、了解真理的大人。感谢大家收看，我是伊、e、藤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